每一次的任务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经验，我希望可以将在不同地方累积的经验带回香港，透过灾难研究和教学工作提升公众的避灾能力。我们不单只要做一盏灯，为其他人照亮前面的路，还要成为铺电线的人，联系不同的人一起去照亮这个世界。知识改变命运，运动重燃希望。我希望这个理念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，令他们在黑暗之中见到曙光。死亡并不是最可怕，令人恐惧的是对死后世界的未知。我希望可以带领已经终结的生命找回家的路，亦都可以安慰再生者失落的心灵。作为一个医生，不是每一个病都可以医得好，但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多一步。一个生命在妈妈肚里面无声无息地离去，流产胎儿的父母要承受锥心之痛。我希望唤醒社会各界去尊重每个生命。很多人对情绪病或者精神病的印象都是来自于电视剧，我们很希望可以打破大家对病患者的误解。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宝贵，我的责任是要令到每一个病患者都要得到应有的治疗机会，令到他每一个都感到被重视。